选用 Bootstrap 的样板哈，然后我们点右手边这一个图示，把它点进来。好，当然呢、啊，我们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这个 Bootstrap 哈的一些哈美观的样板，好像第三个连结，我们把它点进来。啊，这是一个这些其实这些网站都是利用 Bootstrap 的这个功能去做出来的，但是呢啊，这个是要收费的哈。那如果你不想付费的话呢，你倒是可以嘛去像这个是 Bootstrap 的官方网站。好，那在它的一个这个 Get Started 哈这个地方啊，让你怎么样开始使用的时候呢，啊，底下这边啊，它就有一些这个template 哈、啊，这有一些有几个哈、啊、这个样板哈、啊，这些样板。不过我们感觉上这些样板哈、啊，虽然你当然可以进去套用了哈、啊，好，比如说这一个你把它点进来，这些的这个内容你当然都可以去套用它。不过我们觉得不是那么样的美观哈、啊，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你哈、啊、使用第一个哈、啊、叫 Bootwatch 哈、啊、这个网站。好 ，Bootwatch 这个网站呢，至少它提供了哈这几项的这一个这个样板哈，感觉上还不错哈，感觉上还不错。好，那我们就选用一个好了哈，选用一个，例如说，好，例如说这一个，那你就把它按进去啊，按进去，然后这里面有它已经做好的哈一些CSS 制定的一些 CSS 的一些规则啊 ，OK。那你就可以浏览一下。好，那怎么样去套用这些东西呢？其实啊，很简单的哈，你只要按右键，好，然后呢检查元素，好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所用的有没有把这一串呢，把它按右键复制起来 ，copy as HTML， 那你就可以把它的程式码，好，这一段的程式码把它复制起来，好，直接拿去套用，好，或者是说你游标移过去呢？啊，你有没有看到右上角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嘛？两个中括号，对不对？你把它按一下，其实哈、啊，它的程式嘛就长在这个地方，你把它复制起来哈、啊，就可以直接拿去套用了哈、啊，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？